决战。你白天真好，你在这里好好的休息，真是太宁静太平和了。嗯，太好了，哈哈，你白天太好了。什么呀？好平静的城市啊，根本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杀人呐，杀人呐，救命啊，杀人呐，赶快救救我，赶快来救我呀。那个人是谁呀？报告署长，那个人是我们镇上最麻烦的卡内奇的父亲。那我们不要管他了，赶快走。是，我们走吧。向后撤退。别丢下我呀，秃头啊，你应该锻炼你的身体，就像你儿子卡内奇一样啊。啊，太痛啊。早上的训练课程完毕了，哎，有没有吃的？我好饿啊。我不会放过你了，就不要让我逮到机会，看我怎么对付你。由于他的反应太慢，所以让铁球击中了三次。啊？什么？你必须要尊重剧本。那哈哈哈哈哈哈！哎呦！你又在做什么愚蠢的事情了？啊，西多，你们在干什么啊？大家在一起打棒球啊。棒球？是啊，这个是我教学的生涯当中训练教育的一部分呢、啊。相信他对西多的朋友一样会有用的。你们说我是不是很有爱心啊？啊，各位。哼，太无聊了，要不要打？卡内奇。啊，棒球啊，这是我最内行的了，看我的。爸爸，你真的会打棒球吗？那当然啦，我爱棒球，棒球爱我，我爱棒球，我爱棒球。 Out, safe, 累累、哎啊、我输了。おう、野球とな、面白そうじゃ。このわしも混ぜ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な。ギリギリ。そうだ、野球のプレーにかこつけて、このジジイに野球を入れるぐらいはできるかもしれんぞ。要跟我一队人都过来，来，赶快。要和爷爷一队的人到我这边来。啊啊啊啊啊！看来我还是一个人比较好一点。爸爸，你不要太夸张了啦！现在两队都已经分出来了。准备开始吧，各就各位。哎，我们要比些什么？这个嘛。啊，赢的那一队啊，可以跟我约会哦。嗯。什么嘛！哼，这些没有眼光的男人，哼，可恶！老师，你不要再胡闹了啦。就这样。他们开始严格的训练了。来，再一球，好，来啦！要，来，再来，再来！哇！站起来，站起来，继续训练。
爸爸，我站起来，卡内基，你要以那一颗星星作为你的目标啊，知道吗？那是你的目标，看着它。是的，爸爸。可是现在是白天呢。虽然是白天，星星为了他们也发出了光芒。你们认真一点，赶快！哥，你搞错了没有啊？哎，真是的！天哪，照这样的训练速度，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赶上那个老头的队伍吧？哎呀，有谁能够帮助我呢？到底有谁能够帮助我？老天爷！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还不错吧？哇，太棒了，你太棒了！当然了，棒球是美国的国民运动啊！请你帮助我，我的队伍就全靠你了。哎，你尽管放心好了。对了，你怎么从水里出来的？这是我的自由，你少管了。哎，我们需要一个强棒来帮我们击出全垒打吧，快点呐、你到底是谁呀？嗨，各位，我的名字叫做程大龙，我就是你们最需要的人了，相信我吧，各位。那太好了，卡内奇，你有种跟我单挑一场吗？啊！来吧，站！哎，怎么了？你想投个变化球让我打是不是啊？你尽管来好了，我才不怕你呢！啊！不是，是因为我后面肌肉受伤了。不要丢了，大龙！啊！程大龙。卡内奇，太好了，我们是全世界最强的球队啦！他们到底是怎么啦？我们女人一定没有办法了解男人的友情。警察署长，现在我是你们的裁判，你们必须要公平的竞争，知道吗？啊，听我的指挥，在我的裁判之下，情况之下。各位现场的来宾大家好，我是播报员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不错，而且由我来解说如何要成为瑜伽的男朋友。比赛开始，你瞧吧，该死的老头，我的队伍很厉害。真慢着。哎，爸爸队的第一棒已经出来了。第一棒是卡内奇古哈。慢着，卡内奇。啊，放我上场，我要给那个老头一点颜色瞧瞧。爸爸，可是我不管，我告诉你，我上场，我让那个老头知道我的厉害。
现在换队长上场了，教练亲自上场喽。来吧，やったか。悪く思うなよ。わしのうちででかい面した罰だぜ。しかし理由はどうあれ、人をやっちまうってのは気持ちのいいもんじゃねえな。ホンチ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捕手他好像一点事情也没有的样子，你们看那个捕手，嘿嘿，怎么了，捕手？怎么了？怎么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啊？爸爸，你攻击爷爷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的反应太灵敏了。不信的话，你看。用手指，啊！骗人骗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そう負けないんだもん、わし。よし、今度はこのバットで。よし、来い。おまえ。ナイスピー。何回もバット振ったから、このおっさんバッターアウト。哥哥，你要加油啊！好，为我加油，看我的！卡梅奇的身体突然打结了，啊，整个人旋转起来！哎呀，由于卡梅奇啊飞到空中去了，这个整个比赛都中断了呀！现在这个比赛因为卡梅奇冲到空中又中断了。咱们好难哦、比赛再度的开始了。虽然驾驶十足，但是还骑出去的距离我看并不远呢。打中了，打中了，拜拜。快跑快跑啊，快点跑，快点跑呢。我知道了，好喽。都快击中卡内奇了，哎呦，你太危险了，快打中他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解说先生？这是一个电话球，请看图片，当他快击中跑垒员的时候，使得跑垒员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却会绕过去跳到一垒手那边。看到没有啊，我画得很好。哎嘿，我才不怕呢，来过来鱼面。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个直球而已。哎，不过有时候会搞错。哎，嘿嘿嘿，真对不起啊哈！真是凄惨啊，我怕你安全下来。该死的老头，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来有人，第二棒是百合小姐。喜多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我要全力以赴，加油！嘿嘿嘿，你打不到我的球的。打了，好球、哦！没想到投手牵制一垒，百合小姐太大意啦！哈哈。啊，这个啊，混蛋！哎呀，咱还不知道怎么来判决，不晓得他判什么是好球呢，到底还是出局呢？快打！有没有搞错啊？才一人出局而已。好球！什么？いつものバット？いつもの手足ですか？そうだよ。でも、ね、三ヶ月目カラオケ付きの観光バスに乗せて上野動物園に連れてって、二時間も並んでトントンちゃんの寝ている後ろ姿を見せてやったのを忘れたのか？やっぱりこれでなくっちゃ。
虽然每个人都十分的努力，但是爸爸队似乎已经快要输了。黑色的老头，你去死吧你！得分呐，真是太离谱了吧！你这是十分的有趣。同学，陈大龙，赶紧跑！这没有什么了。嗯，警告一次。如果陈大龙再被记一次警告的话，就会先失去一分的。现在轮到老爷爷打击了。等一下，我要换投手。我现在要换投手了。可是我还可以投吗？把那个老头交给我。爸爸，你不可能打得到他的，还是不要了。你看看这个，嘿嘿嘿嘿。爸爸，用这个铁球去丢他，他就死定了。嘿嘿嘿嘿嘿，开始。你是我的幻觉吗？怎么是一个铁球呢？干掉他！助身球，谢谢你了，秃头。哎呀！该可恶可恶可恶！接着，这个秃头给你，秃头给你，可恶！又如何呢？总共是45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哎，黄卡！他们以为这是足球吗？他们把他关进笼子里去了。那是放我出去！啊！忽然下起雨来了。看起来这比赛要结束了。我们现在继续为您转播球赛。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市与市的室内场地呢。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服务啊！呀，哎，打击出去了，打得好啊！韩连奇跑到了一垒，哎，他继续跑，哎，他跑到二垒了。哎，他跑到二垒了，球传了过来，他继续跑，继续跑，哎，他跑，哎呀，他跑到三垒了，太棒了，这是个三垒打，这是我的房子呀。出了一个高飞球，接得好。哎，落击盗垒成功啊，他的战术运用得很棒，做得不错吧。这是我的房子啊，我贷款了5000万呢，我还要住，还要交20年呢，你们真狠的，不可以这样对待我啊。请用茶吧，老伯。孩子，我生气了。你们根本不是人，我要杀了你们，你们得给我小心了。你办得到吗？爸爸，不要，你不可能打赢他的，不要啊。放开我，让我去。你们两个都给我住口。
这好像做的有点过火了。卡内奇，我们要怎么回去？我好难过，好难过啊，卡内奇。所以我在叫你不要惹他，你不听吗？我好难过，好难受，卡内奇。哎呀，救命啊！他的美梦虽然已经破灭了，但是地球仍旧如同往常一样的美丽。